都是這個，你看來都做到都沒有超過2290的。如果這樣就好了。15克之間，它空間沒有正負添，都是。漏得可以少啲嚇，即係漏得可能少啲。呢個都係正常嘅。就是時間長沒有在秤上過了，但是沒有這個差異那麼大。是啊，这个差异大好多。做一下，让他在那个秤上纠正一下。一直多一点，多一点，他没在秤上纠正，他都不会过来。再试一包呗，没事。这就是他怎么也包不了的。你这个秤包，你那你茶已经开大了。啊，秤包不了的，整个秤在。把19在那个秤上的纠正一下。